AI PC 就像工业电脑一样，将 AI 的应用延伸到各行各业。未来的半年到一年的期间，会看到越来越多 AI PC 的产品在这个市面上。我们今天碰到所有、看到所有的 innovation， 正在改变这个 human 还有我们这个 technology 之间的 interaction。更重要的是要打造 AI， 需要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来推动，而且 AI 一定要让人人都能够受惠。以后很多 AI 的应用以及 application 会在终端设备产生，而且很多 software application 也会在那边出现。应该是 CPU 跟 GPU 跟 NPU 都各自有自己的舞台，大家其实是一个 harmony balance 的方式，互相帮助彼此，让这个整个应用是更好的。我们这次谈的主题 AI PC， 我相信即将带给 PC 这样子已经存在40年的产业呢，在老干里面发出新芽。我们认为这次整个 AI 对 PC 的这个加持，会再一次带动整个 PC 产业的这个成长机会。AI PC 会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快速的成长，因为它软硬整合。我觉得 AI 运用应该是跟大家最息息相关的，其实就是我们人类还没有解决的疾病。因为呢 ，AI 可以预测药物，可以设计药物。不仅仅是能够满足产业需要的这个电源而已，同时我们有义务跟责任，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能源的效率使用能够变得更好更高。COMPUTEX 将继续扮演推动全球实现 AI 赋能数位转型的关键角色。